来到拉萨绝不能错过的史诗级刀削面。今天要打卡的是一家隐藏在拉萨八廓街小巷子里的老字号——伊比热包子店。这家店每天营业时间不长，下午三四点左右基本就打烊了。蓝总吃不到哈，进门后先去窗口点餐。我要吃炸酱面，老板非让我点牛肉刀削面，我倒要看看老板拉这来的自信。点完餐后就赶紧找一个 C 位坐下来，在等待服务员送餐的同时，沐浴下高原的阳光。坐我对面的藏民不停地给我倒甜茶喝，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藏族同胞满满的爱。刀削面上来了，第一眼看就有那么点意思。当我搅拌两下后，那个色泽，那个调料，作为川渝人的我都忍不住用脏话来点赞。再吃上两口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好吃到想跳楼。好了，多的不说了，国内高孩都晓得了，我要继续享受美食了。记得点赞加关注。